分享啊。什么？今天吃什么？还有留言呢。大便。还有大便，哎，这是大便吗？那是按赞的，按大便，还有按赞呢。还有三角形哦，镜子通行哦。订阅。啊，订阅啦。还有塞公的铃铃铃铃铛哦，记得分享哦。记得留言哦。记得大啊大大大的按赞哦。我是大妈妈，我是零一，我是零零。今天我要来玩的是积木玩完了。对。嗯。然后呢？我要叠个沙子，让这三只小猫小组。最后我们还会玩一个抽积木。抽积木的游戏，对，然后看蛮好玩的。等一下，我们最后还会哦，抽积木游戏。他嘴巴是被绑住了，他生病了。生病了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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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。好，妹妹快点。OK， 接下来呢？这三只小白贝是，那我要几乘几的？我让三只白贝也进去哦。我们这边就九了。那这只白贝呢？是我们的盖好房子的主题。第一只叫小樱桃，第二只叫白贝猫，第三只叫这是小白白。三只的床都弄好了，做个餐桌好了，黄黄。下去没有看到，被桌子挡住了。你看，真的阿布家。我是那个狼老大。啊啊啊！我也会啦！啊啊啊！阿布，你呢？然后第三次是那个练习成。哎呦喂啊！哎呦喂啊！好，再来厕所。我看柜子在下面跳皮。小臭臭，你有看柜子票子下面？厕所。哇，他们家好豪华哦！他们这个是他们的游玩地方。这是他们的抱抱娃娃，好可爱哟。那些小玩具这样子，对，它这个可爱，这是抱抱娃娃。那这个呢？叔叔爸爸。这是叔叔爸爸不喜欢。叔叔爸爸真伟大。叔叔还有爸爸哎，好像啊。好了。晚餐，白贝，随便乱大便，不能这样子，随便乱大便，对，赶快进来喽，贝贝贝贝。他们家为什么有树木？他们的玩具。贝贝贝贝，第一只是白贝猫。第二只是小蜜桃，第三只是小白白。给我大姐两只哦，啊，你大白白吗？那你没有特别介绍过他们吗？我要睡哦，上的影片有介绍过，没有没有没有，有
妹妹，你可以帮大家再介绍一次他们吗？第一只是白背猫。你哪里看得出来它是白背猫呢？因为它后面剪的口，妈妈的，因为它后面几只口是大的，我们认得出来它是白背猫。非常大的就是白背猫，对。有看过的在下面，我小手套。然后呢？这是有点小的口，对，有点小的口，这是粥的口，就是小樱桃，很可爱。再来这个是第三只是口有粉红色，对，口有粉红色，然后小小的口口，它叫小拜拜。然后我忘记小桃桃的特征了，小白白，小白白，哎、啊，这是什么？小樱桃，小樱桃，小樱桃是小口，小白白是粉红色的口，对，啊，小什么？这是白背，小白白，小白白不是它吗？对，好。白背猫，白背猫是破很大的口，然后呢，以前那弄掉小桃桃，它就是那大大的口，跟白背猫一样的。那怎么分辨白背猫跟小桃桃？对啊，它有点大而已。是啊。它是这样子大。哦。然后白背猫是这样大的。呀，对，够够。这样子大的，然后小桃桃这样。好像在比他们的上厕所。坐厕所，来坐厕所。现在他们在睡觉，所以呢有空。厕所在外面哦。知道。其实现在他们在睡觉，所以有空坐，对不对？你不要只用了，给我学的比较可爱。那是厕所呀。厕所吗？白背是我的小手。这样就好。有冲水马桶吗？有那个。反正他们坐在上面就好，反正棉花会自己散掉。因为他们的便便是棉花糖。可以吃吗？可不行。不行，他们的便便是棉花哎。他们的便便是棉花哎。哦。棉变花呀，棉花变呀，花变棉变花。别绕口令。嗯。棉花变棉花。来，妹妹，我们可以念得绕口令吗？吃葡萄不吐葡萄皮，不吃吐葡萄倒吐葡萄皮。今天不是绕口令。不然这是什么？今天不是绕。吃葡萄收葡萄姐，这时候我们就请 Google 姐吧。不要，这个爸爸打字要打很久，这字幕爸爸要打很久，真的不要再玩 Google 绕口令了。爸爸打字至少要打两个钟头，好不好？老了爸爸好不好？真的，上次跟阿妈玩那个 Google 助理，今天会上片哦。那字幕好难打，小吴爸爸拜托你，先不要玩，我们专心拍节目就好了，好不好？真的，不要冲动，不要冲动啊！不要，爸爸没办法再打绕口令了啦，字幕，这字幕要打太久了。我不会写错了。哦，好，写。小胡。爸爸 OK Google。喂，必须要去哪？喂 ，OK Google。爸爸现在还有了15个影片的字幕没打、欸，不要，爸爸现在假日还在帮你打字幕，不要了，小胡。你看 okay, 还这么多字幕没打绕口令，爸爸没有开声音他就不会讲绕口令、哦、就不用打字幕了。好了，好，你们自己就刚刚把狼供起往那里供，没有，先不要讲，让 Google 讲话了，快点还我。绕口令让我的线路都打结了。专心玩这个就好，专心。不要，我等下面。念就好。那我要念了。好。黑化黑灰，化肥灰灰，发灰发灰，黑为为黑灰，化灰灰飞，灰化灰灰，灰化灰黑，化肥灰发。灰发发黑，
灰为灰，飞花灰化为灰。好，来给妹妹念，妹妹都没有念过，妹妹念，爸爸就帮你踢字幕来。你看不懂这字对不对？那你念那个吃葡萄的就好，好不好？吃葡萄不吐葡萄皮，吃葡萄大吃葡萄葡萄皮，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。他有两句，来换你。等一下，我先念一次：吃葡萄不吐葡萄皮，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。妹妹，快点！好，那我们不要绕口令的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继续玩这个哈。手机给收起来。爸爸帮你们下一层。游戏的。做房子呢，要做好几层才会帅气，才会吓怕。弄得很困难的样子。那不要，这个不要给爸爸盖，你们自己盖吧。我不行这样，没办法，我真的没办法。我不想盖这个，我不想开始玩了，咕咕咕咕，啊，几个几个，西施长大吧，啊，好可爱哦，我小樱桃好矮哦，这边再给它一点点。那是一排的吐司哦，不喜欢吐司没关系，尽量吃。排的吐司没有，还有没有？我还有。好，妈妈，我都喜欢吃吐司哎，真的吗？真的，小桃桃就不喜欢了。小桃桃不喜欢了，那再个草莓酱行吗？可以呀，我什么都爱吃。那草莓酱，那连辣椒你们也敢吃吗？那你连辣椒都敢吃吗？对呀，辣很好吃哎。那我涂草莓酱就好。OK， 请慢用。这角刚好吃完了，来。妈妈吃完了。对了，我跟你说，最近有一个传说，就是积木叠叠，我们去抽好不好？抽那个抽抽很好玩呢。我要玩，我们先来报名。我们先来这里看手机报名吧。来报名，然后参加。我想上厕所，先给你们哦。哎，小爸爸，小爸爸，啊，我跟你说，就是那报名那边有我的报名那边，为什么会在？狗狗那边呀、啊，狗那边呢？也是这样，说不定是我要吃虾卷。我可能就在，白白猫，小白白，你看这个洗漱砖，哇，好谢谢。不知道到时我们会不会有，对不对？但是到时我们换时间有的话就好了呢。哎，我跟你说，这就是宝贝吗？哎，小樱桃，小白白，我跟你说，但是呢，你看，真好，这个门口，你说哇，好真实。知道我们家就足够了。怎么办？我想。
手，妈妈的我的手给你哦。好，一些爆米，然后再。今天好看。然后再参加，肯定吃。报名参加再看地址。你假装厕所有个小弟友，好不好？好。嗯嗯，好可爱。OK。然后你看到出来大概是这几个，然后等一下开始，这是他的狗狗。我要的看棉花的那个地方了，然后我再把我的小棉花塞进我的里面。对的，最近小樱桃，你是不是没有在减肥呢？对呀。难怪你会那么会补充棉花，你在减肥呀、我的这个棉花给别人哦。OK。樱桃，对。水龙鱼，来吃饭了。好 ，ending 了，快点 ，ending。没关系，挖我的一片。等一下，这三只要出来这里，让他们面对镜头。来，快点，来放这里，这样你放这里反而看不到，放这里。好，来 ，Action。记得按下小铃铛，好，下次见，拜拜。我们好朋友。记得分享啊！还要留言哦。还要有大便，哎，这是大便吗？那是按赞的，按大便，还要按赞呢、啊，还有三角形哦，禁止通行哦，订阅啊，订阅啦，还有塞公的铃铃铃铃铛哦，记得分享哦，记得留言哦，记得大啊大大大的按赞哦，记得有国旗哦，记得有小铃铛哦。好了，拜拜了，拜拜了，吃饭了。